我再找不着对象。儿子，能不能又出去给我领个媳妇回来呀、啊？你又出去？你不也没领的吗？你没领我咋领呢？你别逼我，我陪你吧。要不呀，咱俩别整了。哎呀，三间大老房子，两个老光棍子，俺俩晚上吃他妈火腿的，隔壁几点都说了，说俺俩是汉奸子弟。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你？你干啥呀你？你干啥呀？我怎么死？打呀！儿子，你别跑了，刚才你睡觉的时候，没人给我打电话了，让你上他家去一趟。你干啥呀？我去看看去。你去干啥？你回去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去看看。你这人，我发现你真聊，你真道理事儿。飞姐。哎，胖来了。找我啊，你说。那我叔咋还跟着呢？着急。着急你自己吧你。着急也不能啥事都跟着。跟你有啥关系？爸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，你回去。胖。我表妹刚从南方回来，彪彪溜这大个儿，可漂亮。那人能跟我吗？你这回好好表现表现，我看能成。人家那么瘦，我那么胖，那算了吧，别自讨苦吃。能行胖？你都来都来了，你看看呢？你干啥？干啥呀？你那干啥？干啥呀你啊？看看看。哎，你搁这抠呀？这一看就瘦。快紧张！快紧张！哎，人呢？没人啊，飞姐，哪去了？上厨房了，应该是。嗯。表妹。哎，姐。拿东西。上炕，你上炕去。上炕。这你得叫胖哥，那是我表妹。表妹，这个叫叔就行。叔。那啥，听说你搁南方才回来啊？嗯。你没有对象吗？叔，你吃饭吗？我吃过了。啊，那吃点饭吗？再吃点。那行。这馅饼谁烙的？这么香。谁烙的？吃吧，好吃吧，哥。我叫你也烙呗，可简单。他一个光棍，他会烙啥呀？那让老叔烙呗。他也光棍。哎呦我！妈呀，我瞅着这饭好像还做少了呢。这太能吃。还是企鹅好啊。那你从南方回来几天了？回来有对象了。那你这农村生活你能受了吗？农村多好呀，空气新鲜还自由。咱们那会儿是空气是挺新鲜。那俺以后处对象你有啥条件呗？我没啥条件，地里活我肯定是干不了。行，我干。洗衣服做饭干不了。那连你带活都我干呗，那我问问你，那我有个条件你能答应不？好的。你就告诉我你扛不扛肉啊？扛肉。起来。这不会说话。走呀。他会说话。扛不扛肉？啥也不干，养几个。妹儿啊，哎呀，姐你咋这样呢？你给我介绍啥人啊？可实惠了，把我往光棍窝里推呢呀。妹儿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瞅从进来我就瞅他有病，说谁有病？你有病！我看你眼睛烂完，自己腰正出，不知道咋回事啊！起来！你不管咋办？那你看你不来这事儿，啥事没有？你忍点，你瞎说啥话？啥也不干，我娶她干啥？你笑啥呀，你爸呀？飞姐啊，你帮我找对象的事吧，你操碎了心，我感谢你啊，谢谢啊。那可没啥的，你好不比他都强。姐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。
你说的。要不你跟我爸对我溜得了。你爸多大岁数？62。我多大岁数？40。那你爸那天在没我身上。啊。去，回家去。去。你怎么找的什么玩意儿？以后别来。实在不行，送儿子去，咱对付不了。说的什么品话？怪不得三胖你找不着对象呢，癞蛤蟆没毛，这不随根吗？喂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再找不着对象，我不要过来了。